继李宗伟被确诊患上早期鼻癌后，马来西亚羽毛球界近日又传出一个坏消息。该国23岁的前国家队双打选手陈志垫9月28日在捷克波尔诺参赛时发生车祸，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年仅23岁。陈志垫在捷克参加一个羽球国际挑战赛，28日他在驾车时不幸发生事故，当时陈志垫还载着混双搭档奥地利的安东尼亚和另一奥地利选手珍妮，后两者也遭遇不同程度的伤势，安东尼亚更是陷入昏迷状态。本次比赛，陈志垫和安东尼亚从资格赛打起，并顺利晋级正赛。在周五的首轮比赛中，他们以1-2不敌加拿大组合。目前，陈志垫的遗体还在医院带领，大马羽总正在联络驻捷克的大马大使馆处理此事。陈志垫1994年12月15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2013年开始参加国际比赛，最高世界排名是混双第42名。2015年8月，当时他的搭档是赖杰民，同年他俩还参加了羽毛球世锦赛。得知噩耗后，吉打州羽总会长表示会尽一切努力去帮助陈志垫的家人，陈志垫家人有需要的话，我们周羽总会尽最大努力给予任何帮助。